佢嗰啲水啊，係咪啊？唔係變質嘅。嗰啲嗰啲 ，today is better than the other。Okay. Let's start sipping. Okay. 这边第一轮已经改牌了。好，我们的Richard Young 中了一个顶三条，真的持续的很旺啊。那这边应该是一些显示的一个错误，第一轮已经改牌，他勾六是不会玩的。所以这一把是 Richard Young 对到 Jason Quinn 对到杨公子，多加底池，好像也是一个四加底池。对。那我们的屏幕左边的。应该是略显延迟啊，现在调整过来啊，这是一个五加底池，在过牌之后庄位选择，庄位有一个两头卡顺，对，对到我们的顶三条，哇，好，那我们葫芦与成牌，那基本上啊，不是基本上，就是完完全全试一下目前的除了七七以外的那次了。对，没有完完全全，基本上已经是对手是 Johnny Dead。看一下他这手牌怎么打，他选择过牌。对手的两头卡顺在这里可以免费再开一张牌。啊，没有看到。然后我们的 Richard Young 从头到尾都在埋伏对手啊，对，快速过牌，这里的啊，他没有上当，Pocket Jacks， Money come， 哎呦。打得非常的谨慎，虽然没有收到 value， 但他一样没有偷。的王军现在有240万的筹码，选择在 UTG limp， 装作一派轻松的在后面吃东西，应该是要找个 limp raise 的机会吧？对，这也是暴露一个反马脚给对手。对，我这里很轻松，好像没有什么强牌的样子，你们有什么想法的快来动。哦 ，Pogoski 这边是不是有点想法？在 cut off 选择加入，拿到了 K7 杂色，还有这里出跳的选择加速，龙王军这里啊，一边吃东西一边哎逮到了，来来来来来，160000是吧？没有，打13了。这里做一个。50万到70万的加注都是可以的，我可能会打差不多，我应该想打个60万之类的。直接最粗暴式的 all in， 直接收池。Pogoski 说：“早知道收就不要乱打。”
他会讲中文，厉害。那你拼命了，厉害。哎，讲的非常标准哎。他中文厉害，讲的非常的厉害。这里面对加一位置的一个120000的加注。用一手九十杂色选择去游戏一个翻后，九十在短牌是一个蛮不错的起始手牌，五五开了，对。OK。好，我们的 Viking Young 有一个顶对，代买一个下面的卡顺。Cells are a big part of this outcome today.可是他下面的卡顺却是杰森捆接上去的大顺，所以 Viking 应该不希望看到来了一张八。对， you need a little work. That's what I. 来一张八的话，他也会显得蛮尴尬的。来一张八，因为他自己也有一张上顺，但人家是nuts顺。其实我想有些人可能会拿这种九十的牌在 flop 做 check raise， 因为八九的话就是天生顺。继续过牌，他有一个后门买十花。我觉得 Viking 应该也会 check 吧，因为他也有一个买九花的一个机会，而且又可以买卡顺。那在有位置的状况之下 ，River 可以很轻松的。跟住对手的一个正常 size 的 bait， 那现在 Jason Quinn 是完全没有摊牌价值，他是不是要选择下注？我发现只要 Jason Quinn 他开不了牌，他一定会下注。对啊，因为在没位置下，对，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高手因为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对对对，就是我要么不入池，入池必争，因为你如果放弃。那你就稳输的嘛，对，死还不可能赢的嘛，对，你稳输。那你但凡选择下注，那你一定有概率是能拿到对手的棋牌。对。我觉得这个 Viking Young 应该是有机会会跟住的，他选择跟住。我们的杨公子筹码也到了330万。哇 ，Viking 要个 Pocket Sevens， 选择一个 Limp。Eight one time. Nah, shit. There's an eight for you. Nah, no heart. Oh, that's the card I needed right there. Yeah, I was trying to give you it. Win all the money. Oh. 好，两位玩家各自拿口袋队，在前置位跟住啊！这里遭遇到了一手。KK， 他只有40几个底注，是不是会选择直接 all in 呢？可以，完全可以。对，
I knew it would come to this.我发现这场比赛相对于之前的比赛来说，番前的 all in 倒少了一些，主要还是大家筹码都还蛮多的了。对，主要还是番前会做一个加注 for value。这个13万的加注会不会有点小呢？还是不小不小，这个13万也差不多是4点多个。就差不多九个那个九个前注，是一个标准加注。因为像如果有人 limp 的话，我会都比较倾向加到5个底注或者6个底注，因为短牌里面你一对多其实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3人底池，果然出事了。Richard Young今天势不可挡。对。但另外2名玩家都依然是有各自2个出牌。我的 KK 可能一开始我就直接 all in 40个底注就上了，先抢下15万再说。最短唱歌80，90，到我了。你两个，朋友们，我比我最短嘛，我都。好，这里他在前置位直接是选择下注，下注一个15万，一个1/3的注码。那 Richard Young 应该会是一个跟注。KK 其实蛮尴尬，应该顶多就是个 calls 啊，对，应该还不至于马上就盖掉了，应该会是个跟注，还是要跟一下的。因为这里有可能手持位玩家是拿一些像勾勾圈圈啊，他直接盖牌。哇、wow, ，nice hand， 打得非常谨慎啊，打得非常谨慎。他不想跟你们多在一个大的底池里面纠缠，因为我的后手不多。我的后手不多的情况下，那我们在没位置的玩家选择下注被跟注之后，在这边会选择一个 check， 是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决定，因为他的牌有成长空间，可以买顺，可以买葫芦。好，现在这个面上是单张8成顺。我猜绿枪等下 river 有可能要下一个很小的6倍，15万之类的。20%。哦，没有打，他没有打，小心谨慎收下底池。AK 直接在 UTG 直接 all in 了835000，将近是二十八个底注。那 Podolski 有一个 S Queen， 其实 S Queen 对到 UTG 第一个玩家位置的 all in， 这个其实蛮难跟的。对，50多个前注，有点多。并且对手没有弃牌率，但是这一手牌是非常强的。对 ，AQ 是非常强的。可记得我们刚刚在前面看到有啊，他 call 了 Jungle Man， 在遇到类似这个状况，他直接把他的 Pocket Queens 直接盖掉。对，我十勾两个黑桃，我妈，我弃稳他算了，我这个尾加能量扣我就扣了，真的。好，桌上我能听到有一个玩家说他盖了10勾2黑桃，10勾2黑桃。王军应该是王军，他盖了10勾。啊，又多了4张奥斯。哎呦，顺子 ，GG， 我们的 ST，
没办法，这没办法，没办法了。你这个牌输了，没办法了。这个神经病啦！啊，怎么抠？我十勾啊，两个黑桃我都。十勾可以抠。可以抠，那输掉了。对，我知道 ，A B 不给抠。十勾嘛，我在这里也能抠的，无所谓的，无所谓啊。啊，这里又是一手打光的十勾同色跟 A K 杂色。啊？你睇佢啊？女女女女嘅，你惊佢女嘅？女啤女啤點算啊？好啦，嘔咯，嘔咯，抌牌咯。好啦，啊 ？I can't fold this king, Gumbo. Feels like you can't. But it's not even half my stack. Yeah, yeah, it's true. Wow. 啊，这边十勾对 S king。各自都有发展，迪亮队和 TPTK 依然是五五开，对，可以买 Q 买 Ace 买 K。哇哦，直接赢了卓英队了。I can't win, right? 卓英队，卓英队 ，You need to six guard. 卓英队 ，Good game, man. Good game, man. 这样的决胜困。The short deck would be queen on turn, jack on the. 那我们这里的亚瑟士也被淘汰，而我们可以看到，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手牌，甚至可以说是同时发生的，对，同时发生的一手牌是淘汰了两位玩家。我们这可以看到后面的奖金表，第一名是可以拿到2200万港币，然后我们的 ITN 是220万港币，对，一共9名玩家可以拿到奖金。目前场上应该还剩下10位玩家，所以现在我们进入我们的泡泡期间。对，啊，目前的 SM 压力就是非常非常的大。目前我们来到了比赛的最最紧张刺激的时刻之一，就是所谓的挤泡泡时间。指望大在这个面上用他的顺子下注60000，哎呀，啊，被加注到160000的操作。那我们可以看到，乔纳在这里拿着目前的很好的一手牌，表示对对手的这个加注非常的难受。还是选择跟注啊，这样子的话两个玩家是 chop 了。张八发出来很难过，对于九王大来说，这张八是他很不愿意看到的一手牌，很不愿意看到的一张牌。对手在下了一个小注，在40多万的底池里面下了75000，那只能是一个跟注。他在河牌时被对手赶到了，追到了 chop 的 odds。我打多一点，你还能受我？打多一点，打多一点。I bet 20 raise me. Can only check. 走不了啊，我有输。我打多一点，后来就像打多一点，能扣。我也扣啊，扣能受啊，扣也放钱啊。我是想 raise 你啊。
你打那么少，我想这意思。我靠你，我这个肯定靠了，你打那么小。嗯。啊，我可以看到选手在讨论上一手牌。来个皮蛋，我就。我在这里大了很多没东西的。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来到五人桌，各自五人桌。我们的 Plekoski 是以205个前注排名第一，目前。他刚才用一手 A 圈去 call 了来自中国的王座的一次 all in， 那成功的把对手bad beat 跑赢了之后，他现在筹码量是非常的多。现在的盲注级别依然是 15K,30K 就15000、3万，短牌是没有大小盲的，每一个玩家必须下一个前注，然后庄位玩家是下两个前注。本次我们这场系列赛从头到尾都是在韩国济州岛的神话世界度假村蓝顶娱乐场。那这时候在这个 bubble time 时候，会不会有刚刚预料中，应该不预料中，我自己预设中觉得就是在 chip leader 可以做无限疯狂的 all in，会不会有人在干这种事情？那我们现在 chip leader 是 Richard Young。现在这个 bubble time 是一台法拉利的 bubble time、啊、差不多，差不多一台法拉利的 bubble time， 220万，200多万，对。但看什么型号的啊？对，入门款，入门款啊。正好是从。第九名到冠亚军是最便宜到最贵的法拉利，对。两百万就不用输了，大哥就带了，就等于没有输了，不用输了。赢多少哎？不能这样想，要拿冠军的。奇怪了。I'm going to fall。那现在这时候，其实，在短牌的bubble time策略，其实不是很了解。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 Pogoski 率先开始发力，对。哇，这个位他没有牌的，最漂亮一把 AB。他会一直在这种 bubble time 持续的。我如果他觉得他是把六十同花都选择加注，我猜他会会一直 open。对。他不等你的，啊？他不等你的，我知道。那他往打一把，我就回来就等于给一个了，是不是？他们一玩，我们又开始了。哦，好，现在进行到 hand for hand， 两桌的玩家是同步开牌。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在蓝桌的节奏是停下来了。就是说，他们两桌是目前是进行同一手手牌，只有当两桌的同一手手牌都结束，然后才会继续同时开始下一手手牌。这是因为在 bubble time 的时候要保持公平，否则如果同一张桌子两张桌子节奏不一样，那么打得快的那张桌子上玩家就会比较吃亏。以前我在那个Posta 在澳门比赛遇过一个很好笑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这种已经要打卫星赛的时候，因为大家就是可能会差一个人就门票，对，然后那时候还没到 hand for hand， 大家还有待两个人。三个人才会进入 hand for hand， 大概就可能比如说十二张票，可能还有十五个人左右。然后我们台湾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玩家叫 Victor Chen， 那他是我们台湾第一个获得红龙杯冠军的玩家啊，可是比较早期，那时候红龙杯冠军只有30几万港币啊，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然后在那 bubble time 的时候，他会各种的拖延时间，然后。他会手牌，然后我们在后面看到手牌，又拿一些很烂的 J4O、Q2O， 然后假装要丢出去，又拿回去，哇，好痛苦这样，然后又不小心，然后又睡着还干嘛？就是演一些很好笑的事情。那我在旁边看就觉得很好玩。可是当然后来就是有人就是反应被抗议之后就不能这样做。可是就是在
有时候看到会觉得蛮好笑的，怎么可以？是是是，怎么可以脸皮这么厚？哦、因为我做不出啊。因为比如说你叫我想，我拿一个很烂板，叫我想个三十秒，我已经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影响到大家游戏的进行。然后他是可以把牌要拿出去，然后手一直抖一直抖再拿回来，我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你刚刚关系很好啊！啊，对对对，我刚刚关系蛮不错的。对，那我还能理解，所以可以说话脸皮厚。对对 对，因为他可能会看直播、啊，到时候过来说，那大哥你怎么这样子？我可以看到，这时候牌大家都没有非常强的牌，最强的现在是一个 A A K K 代沟。他跟 Pofa 是一个 Chop Chop 底池，那在这 Bubble Time 我相信大家也不太会做一些激进的 Bluff， 尤其在五个人的底池，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 Check 大家一起修档了。对 ，Anybody？ Hello？ Beat that？ 哎，开呀！开呀！开呀！啊！分钱，哎 ，chop chop， 不提个购物卡那就打死说，几万块钱给你看一看。Everybody love chop pot。哇，我们这边我们的，哇，四条 A， 维金样拿到一个 nuts 四条炸弹。那这边 river， 我们的杰森困买花没中，那感觉在这状况是一个要放弃。这里他会不会选择在 river 打一个非常轻、非常轻的注码去 induce 杰森昆的 bluff 呢？我觉得也许会，可是杰森昆，我觉得他不会 bluff， 十三万，这边蛮难的，而且加又是一个 bubble time， 他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即使现在是 bubble time， 他的后手筹码这手牌也打不光了。嗯。这里有想法啊、哦，你看。哦，选择 Q high 抓 bluff， 选择 Q high 抓机，看到对手四条 A， 他惊讶的捂住了嘴，惊讶的用他的，他感觉对手可能一些九十九勾的一些 miss 这样子，对，选择圈 high 抓机也非常胆子也非常大，非常的惊讶。这个。这杨公子看到对手拿圈嗨、就但四条 A value 到圈嗨也是有点意外，算是这是国教子，对，也是有点意外之喜，互相之间都非常意外。对 Stevie tried to rep quads on you earlier. Yeah. And you had quads. Yeah. These kids will never learn. 我们的 hijack 有个九十不同花，Even ten 感觉是桌上的 show stake， 点一 m 一百一十万，还可以，一百一十万情况下前注才一万五，还是很深。选择 check， 打一个翻牌，三家都差不多有，哦，大家都没中，大家都有概念。勾 K 的概念比较好一点，三家都过牌，啊，这个样子的话，大家都没什么概念了，已经。对啊，这九十应该是要熄火了。对，但是现在 K high 反而是有了很强的 showdown value， 他选择做一个三万的注码。你觉得第一本会跟吗？我会，他应该会跟，他应该会跟。我觉得可能会可以跟一发，然后 river 如果对方再打，可能盖掉。对，这里是可以跟的，因为 K high 是在这个 board 上 K high 还是不错的，对，还是不错 ，K high 还是不错的呢。啊哈，那这个就是分钱了，就叫 chop 了。嗯，在想什么？他们分钱了。问是不是分钱了？
对啊，这不是面海纳斯吗？对啊，哎，被有点被懵逼了，哎，哎，怎么被欧赢了？这个就是分钱啦。哈哈，这怎么？他还在想。Five coins。你好紧张啊！你做一个二，一对你唔好捻佢攞咩？系嗰啲掉咗真笑捻死人！我多咗四年嗰对二，你咩又唔巴又唔够佢大，同巴出一模。还被开玩笑说我有五条圈。这一时间你真的在这种状况下，不过我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把对手牌打盖过，就是上面四条一张 ace 啊，然后我就 all in 这样子，然后对手就盖牌。那这样子还一下子被打懵了，真的是被打懵，然后是有输什么，是不是有看错还是什么这样子？因为他也戴着墨镜嘛，他也戴着墨镜，可能会看不清楚到底是四张圈还是四张 K。我去烂尿了，我去烂尿。我跟你想一下，慢了。烂尿了，还有几个、啊？哇，那个什么给你搞掉了？哎呀，Huston 这边有个 Pocket Queens， 我觉得是不是要直接 All In 会比较好一点呢？而且他现在是算是比较后面位置，下面只剩下两个玩家，只剩下 Card 5跟 Button 在三人。的底池的状况之下 ，QQ O 应该会比较好一些吧。啊，选择跟住。Are those 20 stacks or is that a little heavy? They should be. Thank you. Yep. 这里 Pasco， 这。Bogoski 是拿到 K9 杂色，又想要去利用他的筹码优势做一些动作吗？他会不会直接 all in 啊？在这种 bubble time 的时候，也可以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啊，你看，其实你看这种，你看 QQ 也只有 60% 的胜率。对啊，所以这种我觉得 Chip Leader 应该一直 all in， 一直 all in， 也可以啦，都可以，打稳点也可以啊。现在就被反超了。你看这 QQ， 你看真的，如果是被 all in， 要跟进去多惨啊，死得多冤枉啊。对。短牌的牌力池间距实在是太小了。是一起打嘛、啊、我们打三把他也要打三把，第四把我们开始他也开始，一起开始下一把。可以赶得回来吗？有没有？哈森这边选择 bet 35,000，在115,000的底池下注1/3左右。这里 K9 选择是防守，目前他只有两张圈的 out。 啊，比较稳妥的选择过牌。 River 开一张 Jack，那 QQ 还是有一些开牌价值，我觉得这边应该会选择 check。在这个面上，它开牌价值是蛮高的。对啊，对。在一个 turn 上 check check 的底池里面，他这里选择 check call 或者 bet fold 都可以。那应该会是个 check 是 show 大，嗯 ，nine， 还是选择对 K 还是要打 value bet 对90,000，
可以看到他思考的非常的谨慎，打牌跟下棋是一样的，就每一步每一手牌思考通透。 OK King 又损失了十多万的筹码，对，也还好，十五万的筹码，所以 QQ 还是 all in 好一些。在这个 bubble time 可以选择去在前置位打谨慎的打一些牌啊，因为目前底注还很浅，才一万。那时候我刚刚看他是在 hijack 嘛，后面只剩下两个人，想说三人底池 QQ all in 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他只有100万的筹码，有一点点，那就有一点点 miss value 了，就因为打下来虽然是翻后被反超的，但是如果你上去 call 你上去推光，那么对手 call 上来的牌，就是等于去跟你搏命的牌。不太会比你差，因为在这个时候嘛 ，call 人家 all in 一定是很强的 top range。但是如果你选择去，就是你 all in 没人 call， 那你就只是收个底，收个底就不错了。对，收个底好像就不错了。对，也不错。不过可能他会想贪心一点，更想去翻后游戏一个底池，同时他的手牌质量会高一点。嗯哼，这样可能会赢得多一点。啊，虽然我们结果上看他是被反超了。因为他的胜率也只有 60%， 对，对到这些牌，对，在短盘里面已经也算是一个不小的领先了。对啊，因为短盘很难有在翻前有拉开太大的差距。所以我在想说 ，all in 是不是比较好的，是可以阻断对手的 equity， 不让他实现他的那个40%。也有啦，也有啦。但是现在毕竟是 bubble time， 他的马量是被庄位 cover 的。如果正不巧撞到人家能 call 的 AK 啊，或者是甚至是 AA 这种。就很冤枉，可是毕竟那也是比较极端的情况，比较少数的手牌嘛。对，那对啊，那呀 ，nine seven of suit， 我是九七不同化，没有九七不同化，你也不去，不同化，七九天生葫芦没有去，对。我们的 Richard Young 有一个买双手顺买到 Jack， 然后我们的 Jason Quinn miss 了他的顺花双抽，那 River 只有 S High 选择做了一个150,000的 bluff。哎，这里勾十是一手正好还不错可以抓的牌，还不错的可以抓的牌。对你挡到对子又挡到顺子，然后好像有机会可以跟的。对，再加上今天运气又旺，筹码又多，然后又抓到好多次 bluff， 那他这里是要跟了。好，我们目前全身困的每一把 bluff 都被抓了，蛮难受的。那可是还是有200万的筹码，那我们 Richard Young 将近500万，对。What about the clock? Still running. Why isn't the clock running? 好，掌盲改变成24,000。好，目前看起来庄两桌最少的分别是 Devon 跟我们的 Huston， 是两桌的桌上现在的短码。对。哎，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比赛如果杨氏父子并没有被淘汰的话，那么他们两人都可以进入前圈。好想看他们的 hands up 对决。对哦，父子对决，我也挺期望打到最后是他们两个人。对啊，对啊，我想看看，蛮精彩的，应该会蛮精彩的。
good. Oh, we can do it. Really, Richard 又击中了顶队。Richard 接着是势如破竹。但对手现在概念也挺好的、哦、现在对手的勾石同色是有卡顺带后门花。Gunshot with backdoor flush draw. Oh, 来了这张九。那就变成了两头卡顺，是对 button 是有帮助的。那我觉得他这边是可以下注的，因为毕竟他是只有 go high 嘛。对。那 Richard Young 在这边 check 了，有可能没有很大的牌。我觉得这边十 J 是一个蛮好下注的一个机会，试着看能不能拿下底池。我这里可能会下注25万。哎、欸，我也会觉得我也会下25万。对。一个不错的 size。大概60%，下次12-3跟我们这就是高手，运气不错，刚好我猜到了，就是强者都强的差不多，哎，我开玩笑，对，正好运气不错，猜到了25万。我这里的确25万是一个非常好的尺码。我可以看一下啊，他选择 call river， river 会不会中他的双头顺呢？中到了，中了一个 nuts straight， 因为双头顺实在是太好中了，在大牌里面。这个90万的底池应该自己中了一个 bado straight， 一个很隐藏的一个。Nuts 牌，对，上卡圈的顺子没有卡到，来到了一个 runner runner 的下顺。我觉得这边依他刚刚有 overbet 的习惯，我觉得他这边应该也会下一个蛮大的注，希望对手可以支付一些牌。这里可能，这里就不好说了，合牌的注码就不太好说了。75万，我选择60万。我可能怂一点，看看他会怎么选择。就等下打180万，也不是不可以啊。对啊，我也不是不可以。我真的觉得他如果这里想要做个极致一点的 bluff， 极致一点的 value 是可以打很大的。结果我们好像都猜错了，32万5千。下一个，他求稳妥一点，求跟注。对，求跟注。那这里几乎就是在勾引对手做一个跟注了，这个。这其实蛮难去跟的，因为只有一个顶对，还是他是在引诱对手来做一个 bluff raise 呢？哎呦，他读出对手手牌了，十勾。他刚刚说对手是十勾。但对手这里是后两条街，选择支付。哎，他还是读牌还是蛮精准的，可是还是付钱。因为他打的实在小嘛。对，打的赛子小。对，他这个石勾几乎就是，几乎就是在那边就求跟住这个意思。
们的泼妇拿到了一个 S King， 我觉得他会直接 all in， 虽然是泡泡起见，也不是不可以啊，选择 all in， 直接 all in 没烦恼，问题丢给别人吧，一百个。哇哇哇！嗯，这里是那八十三个前注直接 call 嘞，是谁 call 了 ？Huston 吗？对，我们的哈利波特。嗯，怎么这么突然啊？他刚刚 QQ 不推，现在去跟这个 S Jack， 不要给他们知道成绩。而且这些他是意外防备，防备那个就是被剥削。啊，他这里居然是完全无视 SM 压力啊，这说明他这个我觉得扣有点太多了吧，八十三个底注，八十三个底注。他现在只有二十几个而已了，他好像不到一百万了。八十三，对哦，四十，那现在八十三万，二十二个，二十二个底注，四十四个大盲，对，四十四个 anti， 四十个 anti。AK，A go。我觉得这个 A 勾 ，A 勾，有这么好跟吗？我是一定盖掉的。这个没有，其实是在 range 里面 A 勾还是领先的，因为毕竟他是在最后一个位置的。我知道，问题是现在是泡泡起先嘛？对，所以 A 勾他是考虑到就是 SM 的话，你可以考虑不跟，但是一手牌如果他想要跟的，他想要拿冠军，他想要冲冠军，这里得跟。我觉得 A 勾这个像是短牌有点小了，像是之前那个澳门的豪客赛，就是鲤鱼在泡沫期间 call 了一个160万港币的一个就是BBB 嘛，他是 A 九，然后对手是勾叉勾海，但被 bad beat 了，对啊。Red eight， 哦，只有两张勾的 outs， 还有两张有八的 trap。哦 ，sorry。AK 还获胜 ，GG。搞定了，就等于我们有钱给多少？好，我们的 Huston 哈利波特变成了我们这一场比赛的泡泡男孩。Thank you, Paul. No more pressure now. Thank you. 所以我觉得这样，我觉得是有一点矛盾。他的 QQ 没有选择 all in， 可是 HJK 在那边跟了 all in。他 QQ 是为了更大的 value， 但 A 勾这里是不想被前置位剥削吧？可是是在泡泡期间呢。对对对。我觉得这有一点点的矛盾，或许是我可能对于短牌涉猎也还不够深了、啊。他这里我还没有办法很了解他自己内心的想法。他这里 A 勾还是领先对手的范围的，就是数学上还是领先对手范围的。是的。因为他这里的确是可以，就是 SM 挤压很多很多的范围。好，现在全场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有一人一台法拉利了。啊，对，那看是，但是不管是他们看要拿几台法拉利，第一名有十台法拉利，但不管是他们还是已经被淘汰的玩家，就每个人都应该就好几台法拉利的身家，不止，都不止。可以看到哈利波特，我们的 Hexen 是根本就不在意这个money jump。他觉得我花领先，对，就是他完全是用 cheap EV 在打的。对，不过也是这样子，能打这种级别的，我花100万港币的买入，绝对不是为了刚进，就是挤进前圈拿个200多万的港币。对，太少了，对于他来说太少了。就好像，如果你是在线上打一个，16刀买入，或者说是，你不要当我是 ST， 对，这16刀买入的比赛到前圈的时候，我没有在管 bubble 的，对对。就30几刀的钱，这个时候你 BBB 的时候拿到一手 A 勾，应该也会 call， 应该也会拿。好，我们这边看 Richard Young 会不会中顺子呢？哎，没有发出来。那目前有两个名玩家 Waking Young 跟我们 Hijack， 他们都中了一个三条。When you're all in, I'm on calling. I'm like, just timing and then taking breaths. And then, okay, here we go. Here we go, mister.
Good luck. It's like yawn, so boring. Yeah, I love when you do that, when I suck out on somebody and you do the yawn face to me, it makes me laugh.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十勾九十九十两手九十都击中了三条。我们的余逍遥选择盖牌，对，赔率不太好，在三家底池出公对了，毕竟没有公对的话他这里还是会过。爸爸盖牌儿子上，对。不管怎么样要坚守抵抗这个底池。对，我们这场比赛是会达到七人的决赛桌。啊，这是一个 chop。分钱。分了，分了。哦啦。我们这场比赛的冠军是可以拿到2200万港币的奖金，不含税，应该没有税吧？这里，对，韩国这边赢奖金不用交税的。好，可以跟大家很明确的说的是，在济州岛开展的传奇扑克系列赛，每一分你得到的奖金都是全额支付，并不扣税。而且中国过来济州岛非常方便，是完全不用签证，直接飞过，而且很多直飞的班机。是的。可以看到我们的 Devin Town 是拿到了 A10， 在这个位置他只有100万，也就是正正好好50个前注，25个底注，是一手可以 squeeze 的牌。但是我们已经上帝视角看到了后卫有一手主导他的牌正在蹲着，看他这里会不会啊哦。那这里是很遗憾，他撞到了一手支配他的。好，我们的第一轮撞到了牌。那第一轮也是在同一个位置了，就 CO 位对上了 dealer 位。第一轮算是我们的之前的天选之子。对，那看上次一个 one out 都跑出来了，这次三 out 会不会也跑出来呢？讲不好。And then we're gonna be cheering for each other's card. Yeah. 你找哪王 ？Queen Jack nine. No. No. Queen Jack eight. Seven. Oh yeah. More fun, right? Seven eight nine's fine. Something choppy. Queen Jack eight. Yeah. 好 ，flop 是 A 九勾。You fold my ten。我们来看转牌会来一张，两位都没有八或者是对，两位都没有买花的八或者是 Q。一张八一张圈，会啊，那这样子的话，多了两张九可以 chop。对。I hit a nine. Fuck. Another nine. Just chop it up.两张九，三张十，一共五张牌的出路，没有击中。GG。那这里我们也恭喜我们来自中国香港的 Damn Town 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九名。其实第一本这样其实算是收益不错嘛，第一场拿到上一场拿到冠军，这场进入了奖金圈。对。
Yeah, you could be the first champion, third champion, right? 小恶魔包也是非常的闪眼。You won the Montenegro. Bro, you want to hear something even sicker than that? You should look at the other ones. It's insane. Yeah. I've got three in the short deck. 啊，目前我们来到两张四人桌，底注是前注两万，底注四万。Richard 一样是213个前注，依然领先。哇哦，这里主王大在低了位，用一手八十，用一手八九。投机，投机也比我好。No 投机 ，No 投机 ，No 投机。不过的确，主王打这手八九是在这个面上很差，开出来这个面偷鸡也比他强，也是 value bet。那现在剩下场上剩下八名玩家，我们的两桌的 chip leader 是 我们的 Richard Young， 他有213个 ante， 有425万的筹码，期待父子对决啊！都给老大了，Steven， 好，两个半日抌咗头，因已经同花，已经同花抌咗，哎呀！来剖腹，我们拿到一对十。OK， 剩几多个？得八个啦。二四，最少要290了吗？啊，得八个，赚一百万了。有赚一百。我看他在讲那个两百九，感觉好像在讲290块美金的感觉。对对对。好几。好嘞。好，庄王在这里拿到了一手 A 九。选择 all in， 哎 ，K 圈这里是一个 call 的范围哦。哦，是可以跟的吗？啊，是可以跟的，是可以跟的。他当然有筹码优势的情况下是可以选择不跟。那十十呢？十十反而比较难跟，对不对？十十啊，十十，不太好跟了。对啊，十十就蛮难跟，因为其实在十十没有 K 圈好了。对啊。那我觉得这边如果是勾勾可能会跟的吧。啊，勾勾可以跟，勾勾可以跟的。面对这个马量，勾勾一定是可以跟的。石石这里虽然只差了一档，但是差了很多。因为在成手队里面，石石和勾勾在差了一档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你在面对整个范围里面，你对 A 勾、K 勾，对啊，然后就是多了无数组合的的 flip 牌。就本身如果你是勾勾的话，你是可以。领先很多，像踩脚很多 K 勾或者像 K 十这种，但你是实时的话，你就一下子被原本你踩脚的那些大量的带勾的组合，对，两张 Broadway 以上都是领先他蛮多的。像你勾勾，你是领先 A 勾、勾圈、K 勾所有的组合，你实时的话就落后他们了。对，那我觉得泼妇这个虽然他不知道对手 A 九了，那 A 九当然如果知道就梗了。这样，那我觉得他这实时的盖牌，我觉得是蛮合理的，蛮合理的，非常合理。这里所以虽然勾勾和实时只差了一格，但是在数学数理上的差距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哎呀呀！这边贵姓啊？这个，这个阿庄啊，你好，阿庄，你阿妈来揸噶？印尼、美國、印尼、印尼啊，華僑，印尼的華僑，印尼華僑。其實莊莊大的中文講得非常好，他是華裔啦，對，印尼華僑，對。而他人也非常的熱情。